好了，即将进到我们第一章的中段。啊，可我蛮失望的，因为我以为当初列车袭击哦，就会跟神树还有那个夏利他们打起来，就没有，连惠真都没打哦，然后连新的第七班也没用到，这什么都没玩到，然后人就跑了，搞什么？我上次实况看到这里啊，看到这区，上次半夜偷看实况，看那个日本玩家偷跑，就看到这里。而且雷克特也来了，哎，不，雷克多也来了。你还在看呢？人家都跑到第三章了，妈的偷跑狗，操！虽然我也很想当偷跑狗，拿不到片啊！哎呀，日本人都有特权啊，香港人也是啊，都可以提早拿，有定的都可以提早拿。大陆最强的练兵团，赤色星座的大队长。是在利贝尔异变之中很活跃的最强的猎兵团嘛？哦，克罗斯贝尔的异变了，讲错了。何止强大，直接屌虐警备军欸。B 战快打到结局，太扯了吧？加速了。还有那个铁骑队的部队，真的很吓人。可我觉得现在你要去小卖店里面找到闪鬼三的实体片也很难，说真的，还是有观众已经有拿到片，有，如果你没订的话，我觉得很难拿，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买数位版，不要浪费时间，今天早上直接爬起来玩，我今天早上闹钟设八点，吃完早餐直接开。有没有机会出 PC 哦 ？PC 可能要等两三年了，然后 Vita 的话应该不可能，画质跑不动。今天会啊，我们大概玩到一点吧，或十二点。今天开到差不多就直接关了。我其实蛮想今天玩到第一章结束，希望可以。灰色の騎士リーン・シュバルツァー殿帝国政府のオーダーを伝える灰色的騎士リーン・シュバルツァー帝国政府有一个命令给你サザーラント州にて進行する結社の目的を暴きこれを阻止せよ总之呢就是要了解劫社的目的并且阻止他们政府からのオーダー灰色の騎士を動かす唯一のその要請。そのオーダー、しかと受けたまわりました。好的、灰色騎士、出動了。なるほど、そういうからくりか。哦，所以帝国才要他们来这边实习，就是为了可以让黎恩出动。はい、受けざるを得ない状況をいつも突きつけられて。嗯，被利用欸，学生都被利用，更。ならばそのオーダー我らも手伝わせてもらおう
ラウラも、フィーニ、エリオットも。待て、部外者は遠慮してもらおうか。哎，他们不是部外者，他们是我的同学。富二代、官二代。一教官へのものじゃないはず。リーン個人への要請だったら、私たちも無関係じゃない。どうやら何らかの思惑で正規軍も動かしたくない様子。リーンも動きにくいでしょうし、僕たちがサポートしますよ。だが。ああ。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だぞ。我らは皆政府からのしがらみを受けぬものばかり。反正他们只选择帮李恩，不会帮政府，有情有义。その意味で、TMP と情報局に行動を制限される言われはないからな。確かに止められる権限はかけらも持っちゃいないな。ラウラちゃん、フィーちゃん、エリオット君も。ラウラ、フィーちゃん、エリオット都。いいのか。何言ってるんだか。卖茶。どうして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不要冲突。我相信这里的每个人都喜欢托瓦的屁股。不喜欢的请离开，好吗？不喜欢的请离开。みんな学院に残ったそなたのことをずっと気にかけていたのだ。理不尽で、しかし。なさなければ誰かが傷つくような妖精、それを一人で成し遂げてきた。かけがえのない七組の。没有错，我们要随我们的羁绊。所以黎恩，你不需要一个人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可以帮你啊。約束も有奶有坦有奶奶，对不对？ちなみに第二の演習地と日程はとある筋から教えてもらった。それで来られそうなメンバーが集まったっていうからくり。アリサとかマキアスなんかものすごく悔しがってたよね。ドゥ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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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く、正直予想外。劳拉就奶奶呀，艾瑞特是奶呀，然后菲斯坦呢？なるほど、あの方からの手回しか。翼をもがれながらいろいろとやってくれるぜ。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ラウラ。ラウラ。フィー。フィー。アイリート。灰色の騎士への要請。バリマールを動かす可能性すらあり得るほどの案件だ。ああ、原来瓦尼玛的启动需要那个需要文政府文件才能启动，这么累。三人の力を貸してくれ。你们把三个人的力量借给我吧。嗯嗯，大家一起嗯。教官。然后他们三个也想去。不用，没，黑兔来就好了。アルティナモか。今トワ教官から聞いたんですけど。我从托瓦教官听到那边是真的吗？帝国政府からの要請で。教官は別行動になるって。帝国政府需要教官个别行动。それは。那个是。アランドール少佐が来ていたのはこのためですか。哦，所以雷克特才这个时候来的吗？哦，雷克多了，我被搞混。それでどうなんですか。本当だ。特務活動は昨日で終了とする。是真的，特务活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本日は。八組九組と合同でカリキュラムに当たってくれ。今天就跟第八、第九班在一起吧。そんな。了解しました。では私だけでも。了解しました。但是我也要一起去。例外はない。君も同じだ、アルティナ。没有例外，你也一样，亚尔蒂娜。ですが、私は教官をサポートするため。経緯はどうあれ、今の君は第二に所属する生徒だ。现在的你是第二分校的学生，不是其他人，好吗？你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俺の個人的な用事に付き合わせるわけ。我当时也想说，兰迪应该要一起去的，因为毕竟那是他的表妹。
对不对？然后他说：“哎，等一下，我先组狂战士，然后装个一个礼拜。”レクター少佐も了解している。これもいい機会だと思う。ユーナやクルトと行動してくれ。でも私は。一つだけ聞かせてください。見れば、アルゼイド流の怪伝者を協力者として見込んだ様子。ヴァンダール流では、いや、僕の剣では。啊，现在蓝毛说，我的剑难道实力不够吗？然后这时候李恩就说，嗯。哦，这画面超美的。我当时看到这画面，我就觉得，干，这什么游戏？这什么游戏啊？啊。废话，你才17岁。生徒だからとは別にして。你还是只是学生的级别而已。いくら才に恵まれていようが、その年で中年に至っていようが。啊，至少你在这个岁数的时候也要到中传呐、啊，跟我一样啊。半端な人間を死に連れて行くわけにはいかない。玻璃心碎。失礼します。失礼了，教官。クルト君、あーもう、アルも一緒に来て。何よ、ちょっとは見直しかけてたのに。完了，出现了学生跟教官之间的代沟，好深好深。我觉得那个黑兔可以带过去啊，剩下两个就随便。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机，我们都一定会跨越过去的。没有错，史蒂不知道什么意思、欸、有人知道史蒂是什么意思吗？现在李恩还没中，有啦，李恩有中传吧？有吧？他十七岁就中传啦、啊。他是第七型中船哦。这他如果他现在没中船，他怎么可以呛人家说，哎、欸、你起码你这个岁数也要中船哦。白发的时候就已经是接哦，白发的时候就是了。开白发的时候就接船。耶、yeah, ，可以控制劳拉耶！哇，私の番だね。是哟。哇哈哈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哈！哇，本来是一般的好。诶、欸，嘿嘿嘿嘿嘿哇塞！风纪无效化，现在劝举一下好了。哇，钱有够多。また来てくれ。我原本是一个帝国士兵，直到膝盖中了一箭。机甲兵的这个膝关节欠损的关系啦，所以要进行维修。敏特好正哦、喔，他穿这套。
三种鱼以上钓哦，是我们新钓竿，太神了！哇！今日は何をお召し上げ？我们可以用鱼去换东西耶！哦，毒无效，封魔无效。我们可以买钓鱼饵。鱼饵，看一个要400，三小，看一个要400哦，太扯了吧！我买20个好了。哦，好贵，好贵哦！一个鱼饵要400块，干，这什么东西啊？太扯了吧！一个鱼饵要400，可以不要这么坑吗？どうかご賞味あれ。何をお召し上がりで？哇，这个跳具要10000。どうかご賞味あれ。哦，非感觉到怪怪的东西了。晚餐哦，不吃晚餐，我们吃宵夜。我破这种游戏的时候，我都是忍到晚上吃的。啦啦啦！这个女人蛮正的。我记得这区域里面应该也有可以卖道具吧，然后我们先回一个 CP， 因为我房间不能吃东西啊，不然我一定狂磕。行き帰。哎。気分爽快かな。気分爽快。来看一下我们角色的技能。哇！S Plus， 全体 CP 200 ，CP 200，哦，没事。哦 ，CP 200的时候会给予一个 buff， 一回合回50%HP， 全体即死50%，全体气绝50%，100%。艾略特就是强，就是猛。先给他们种一下好了。蓝毛是出船嫩。蓝毛，不要难过，我相信你可以的。好了，差不多了，我们赶快去下一个地点。然后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把防装都买一买啊。我发现我那个有点废啊。
Works too. What's this? 所以我们可以装两个，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装两个，可以装两个，新加给双核心系统，可以装队友的核心，太扯了吧？所以你觉得第二个要装哪个比较好？感觉装这个 CP 入手 ，CP 入手量多了 1.5 倍。先别装了，我们就一起装啊！哦，拿没上场的派上用，这样也是。人家飞很猛哦，先装这个吧。顺便帮我们练一下，因为他们不在啊。我觉得我要练那个主力耶，我觉得练主力还好一点，都好像可以一起装。那我们就装劳拉的，然后剩下就是都一起装，然后普通攻击、回避率的，然后再装那个啊稳。双核心欸，我偷上厕所。尿多，充满喜和乐。如果要从小城来，当然选飞啊，还不然嘞？应该没选错吧？耶、yeah! ，选对了。虽然飞没有安全气囊啦，但这样应该蛮开心的。せいぜい頑張れよ。啊，尽力的努力去吧，李恩。哼，もうトンボ帰りかよ。朝っぱらから使いっぱしりとはご苦労なこった。远处的人又在装逼。まあ、これも宮遣いの辛いところってやつね。で。そっちの方はどうよ？你那边怎么样了呢？嗯，间谍，你那边怎么样了呢？まだ何とも言えねえな。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所以他可能是情报局的人。言えねえが。どうやらいろいろと重なるのは確かみてえだ。我觉得阿修他是瞎子、ね、你知道为什么吗？いや紹介した甲斐があったぜ。等一下要知道了。まあ、演習が終わるまでに手がかりがつかめるのを祈ってるぜ。来喽，阿修，阿修你不是。有看有没有人在监视吗？你在看哪里呀、啊？都看见啦，都听见啦。いくつもの絵にしが絡まり合っているみたいですね。サザーラントでの盤面もどうやら後半戦みたいです。少しばかり
察してとして介入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ょうか。你看，哎呀，真是这种学校的人，不是心卑歧视，就是在隐藏什么，不能好好当学生吗？好了，我们决定把艾瑞特的那个头发换下来，真的好丑、哦。哎呦，我买了 DLC， 该用一用啦，那不是用在这里啊，太丑了。哎呦！哟，久しぶりだな。托，他叫托比嘛，对不对 ？A 级的游骑士，之前在二代的时候有帮助过主角。这边怎么这么像特务志愿课啊？嘿嘿，卒業前に再スカウトに行って以来か。顔が見られてよかった。教官の方頑張ってるみたいだな。何気にするなって、去年フィーが入ってくれただけでも十分すぎるってくらいだからな。まその気になったらこっちはいつでも大歓迎なんだが。哦，这个他在拉客哦。李恩，你想加入我们游击士吗？随时欢迎。游击士的薪水这么少，谁要加？我王昌有几百万身家。这是工会吗？应该是哦，因为是飞带进去的，所以刚好是关七人。树种类的人气兵力群，加上铁骑队的神速，以及新的执行者的现身，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投入如此的战力呢？到底有何居心？反正详细的动态呢，我们还是不清楚啊。好，这可能也牵挂着猎兵团暗自活跃的原因。例如那个计划，他们想要夺回来，就是幻焰计划。宰相把他抢走了，现在劫色要抢回来。虽然也不知道到底是在抢什么啦，什么是幻焰计划都不知道啊。之前二柱子有为我们解释过，他说什么用骑神的，用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幻。来点哦，用克洛斯贝尔的幻来点燃帝国的焰。完全不知道的，我觉得在抢黎恩啊，黎恩最关键，因为一切的目的呢，都是诱导苍之机神跟灰之机神在 PK。那后来昌之机神死了，然后剩下了黎恩一个人，然后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原来黎恩就是宰相的儿子。
所以被抢走可能是这个原因。就好比艾伦在第二季结尾拿到的力量一样，那这个剧透不说。详细请看《进击的巨人》第二季哦，虽然已经完结蛮久了，第三季是好像明年就有了，期待哦。大师干你！藏魂安，晚上好。いい目のつけどころじゃねえか。哎呦！あなた。你是？お疲れさん。遅かったね。上がった。ちょいと寄り道しちまったな。该不会他可以用吗？希望可以哦。邪魔するぜ。灰色の騎士。いや、リーン・シュバルツァ。まさかこんな形で再会す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かな。没有想到会以这种形式再见面呐。然后来讲一下阿加特。这个角色呢是在空鬼出现的利贝尔王国出生的 A 级游击士，在情报局的压制下，帝国协会的分部接近毁灭，然后是在奥利巴特的外援下，并寻找14年前百日战争的真相进入帝国。好，解释完了。然后找百日战争的真相，白日战争应该是帝国侵略利贝尔发生的战争，记得。A 级游击士，好牛啊，牛啊！萝莉控，没有 ，T 达已经16岁了，已经可以结婚了。他就是利贝尔事件解决人的其中一个人啊，哇！你就是光之剑将的女儿是不是？现在我们的目的要找劫色的据点，应该就是在那个山上，然后锁着的那个房子吧，我猜。你是说伊苏系列吗？蹲蹲蹲蹲，那个包子要赶快拿下来。红毛，那是艾瑞特的父亲吧？所以艾瑞特的父亲已经到附近了，是不是？
中午到现在的剧情吗？现在呢，利恩加入了特务课，然后反正第一次的时期地点的话是在帝国的西南部，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在实习结束了隔一天晚上，然后被神树还有谢帝给袭击，然后他们说明天不要插手任何的事情，然后现在黎恩呢被派去一个人解决，但是第七班的其他人员说，哎，我们可以帮你，然后现在的话是跟旧第七班的人一起行动，然后左边红毛多雨的，现在我们的目的要去找杰瑟的据点在哪边，还有他们在搞什么鬼。而且我们瓦尼妈的控制，不是控制权啊，出动的权利已经拿到手上了。好的，记得有两个任务，尤其是协会，都是打大型魔物，这个可以接受。好，有空就打，有空再说。蹲蹲蹲蹲，好，我们现在可以先去杀魔兽，然后再去北东的要塞，现在可以从这个地方直接绕过去，超方便的，厉害了厉害了。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任务。任务在哪里？干，没解到，在森林的最里面，哇，超方便的，爽哦。海の騎士ワニマル，没有错。我们还是先存个档好了，免得出事，好吗？出事观众负责。等一下，我忘记拿下来了，超丑的。艾略特，拜托你，那个拿下来好吗？好，首先呢，我们先试一下飞的所有招式 ，CP 200。哦呦，这招我知道，很旧了。リカスクルセイド。アルゼイドが真髄、その身の刻むがよい。マイル。虚了是不是？很烂嘞！さすがオラオラ、見事だな。それはこちらのセリフだ。真不愧是劳拉，这么猛。好，我们解决一个任务，然后拿到头发了。What's this？ 是给谁的、啊？哎呦！哎呦，你是哪一位啊？哇、哦，好正哦，还蛮正的。哇，打字很小。哇，别有风味。好像那个《飞叶传奇》的主角、
北街道二，这边好像没有去过。よし、行くか。どうどう。昨日生徒たちと通った道か。今頃気にしてるの？新七組か。哎呦，小猪猪。对啊，这一代之前还用走的，现在很省时间哎，超方便的。你有什么牛逼的招式啊，劳拉？アークス駆動。行こっか。只会喷火哎。哎呦，哎呦，飞翼你怎么了？迷宮シス。我が立場せ見えた。よし、これで大丈夫だ。ド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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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拉，你那招可以教我吗？我也想用哎、欸。这两位是杰诺，杰诺和雷欧，陷阱师，然后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忘了叫什么。看不懂没有关系，反正就是黎恩一行人要即将去劫色的据点，把人揪出来打。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不用懂。啊，去年的北方战役也对他有点影响。哦呦。玩到没电，厉害吧？应该是北方战役的关系，所以帝国上下都有点变化，所以感觉艾略特他是想要去安抚人心，所以还巡回演唱。好了，要塞我们已经走到一半的路程了，赶快赶路吧。换回来好，免得观众朋友看不懂。噔噔噔噔，哎，是这只吗？不是。我先存点 CP， 自己要打王了。
私の番だね。やっ、俺の番だな。行くぞ、突撃陣烈火マイセイ。哇，直接爽拿 CP 耶！艾略特你就不用打人了，旁边睡觉。アークス駆動。行くぞ。私の番だな。想放招。这让他延迟是不是？嗯，任せて。射。続けていくよ。行くぞ。それ。行くぞ。さて、先に進めたしようか。噔噔噔噔噔。行くか。はや。来找那只 BOSS 在哪？啊，看见了。好饿哦，我的天。難敵だな。来呀、啊。手強いぞ。気をつけろ。嘿、肥仔你好、啊。行くぞ。突撃陣烈火。你先花点 CP。行くぞ。行こっか。哎，抢！想放招。明鏡止水。我が太刀は聖。見えた。charge 是什么？哪没有 charge？ charge 是撞了。用马去撞人吗？我猜。高阳。沉默的高阳。情报。不是。不要感觉梦了。噩梦。你是否听过当当当当当当？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行くぞ。他就站起来了。みんな、したかな。任せるがよい。有没有复活招啊？有没有复活招啊？等着用，只要摸的。ありがとう。行くぞ。我们用放道具的方式走位。但后不能。哟，好浪费哟。小朋友，你在射哪里？射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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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不到我，射不到我，危险的一次。さてと，差点就挫赛了。是人单体负哦，烂。アークス駆動。マイ。敌人零 CP。今だ。
行くぞ。行くぞ。突撃陣烈火。行くぞ。能自杀一次。崩したぞ。やり。任せて。せい。や。チャンス。続けていくよ。哼，艾瑞特。それ。ありがとう。我靠，回一万欸，我血还多少？啊，高阳高阳，好，不要做事，不要做事。OK， 这样就好了。应该是不会出事的。这是干嘛的？我们放放看好了。燃えろ！バリアントハーツ！行こっか。巴里诺哈茨，粪便。ごめん、みんな、行こっか。别再吃了。すまない、みんな。飞，回避。油断したかな。还是降点难度好了。強敵みたいだ。気をつけて。行くぞ。突撃陣烈火。有点猛，我们还是要有点站位，让一人扛一下。我觉得这边可以零哦，消耗零，酷哦。燃えろ！バリアントハーツ！私の番だな。哎呀，一开始他不用大招，能接受。好，我们这个连续移动哦。嗯哼，反正我的艾略特是有大绝的。我把你变智障。行くぞ。今だ。哎，他变好烂。谢谢我们的特殊系统给我们这样的傻逼鼠。野嘴炮啊，只是被 S 级的怪物给团灭而已。来了。轻轻松松。Speed run。哎，这次没给道具了，该死！嗨呀，嗨呀！お宝見っけ。さあ、行くぞ。干黑色死猪！さあ、行くぞ。他真的翻倒了。お疲れ様で。哎，这里有死猪哦 ，Ginky 哦。就他拿到黑色的石，吓死我了！标一下位置，黑色石珠在北街的街道这个口。行くぞ。さあ、行くぞ。はいよ。はいよ。钓鱼啦！なかなかいい釣り場みたいだ。来钓一个。それ。かかった。廉洁不改吗？谁要跟谁？逃げられたか。你说我要跟飞是不是？跟劳拉也不错啊。かかった。これは期待できそうだ。やった、大物だ。新的。それ。かかった。
いい感じだな。好烂哦，这头鱼，强一点好不好？やった、大物だ。それ、かかった。これは期待できそうだ。よし、ゲットだ。能不能来强一点的？拜托。それ。这个一个钓要400块，跟这个坑钱。いい感じだな。好了，可以了。やった、大物だ。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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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钓了，不钓了，浪费时间。哎呦，直接挡我们去路哎！他怕射属性。任せるがよい。哦。ソーレスダン。好帅啊！行こっか。行くよ。射。今天马拉松吗？因为今天玩到12点了、啊，然后明天早上去破、啊。我会停的，我只会停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六晚上我要去听演唱会，机会难得。私の番だな。はい。せ。行くぞ。私の番だ。戦闘終了。先。没关系，我没开台的时候，我们会用那个 VOD 重播模式，重播半夜吧。然后明天大概也是早上10点开，没有观众的时候我们就练功。然后人多起来，我们再破主线。啊、就这样看起来，艾略特他老爸在这个要塞里面。跟你神器合一的使用有什么关系？这里应该是提到他在北方战役的时候用过太多次的关系吧。春天，他们在北方战役的时候，好的，终于可以提到北方战役了。谢谢你，黎恩，你终于要讲了。这是 PS4 教徒 PS4。北方列兵袭击了帝国，然后帝国政府要求赔偿，因为毕竟那是他们
国家的列兵所导致的，所以然后自治州说我们拒绝赔偿，所以发动了战争，是不是？帝国也是这狗哎、欸，然后帝国就派兵去攻打他们北方的自治州，然后派了左边那两个来自诺尔德高原的准将呢，还有我们的分校长，以大义之名，将自治州不当的支配，并将大规模的列兵压制住，只会用武力镇压。然后李恩也有去帮忙啦，他也是逼不得已的。然后莎拉表示干，叫一个坏学生。左边的是风，不是风爸吧？不是啊。是风哥爸吗？我记得风哥爸不是在高原里面吗？准将看起来很年轻欸。权力解放。黑旋风。没有哦，当初我们在诺尔的高原的时候，他爸我来救场，我还记得。三天，我醒来的时候，自治州已经全部占领完了，而且还已经被帝国也合并。但我中间看不懂的是，为什么他要解放神器？只是为了叫瓦尼妈妈？应该不可能吧？市民在他面前要被波及伤亡了，所以他要救人，所以开启了神器合一，全部解放，然后最后变成这样子，因为他现在开就会腰痛。噔噔噔，讲闪鬼烂，我觉得没什么，但就不要起争议啊。闪鬼就是烂，那你还玩？爽啊！烂的是剧情，但角色不烂啊，角色没有错啊。你看黎恩、黎耀天，他做错了什么吗？没有啊，是编剧的错啊，没做错事，要被干。你要怪 F 社的社长一直挖坑，又不补坑，一直挖一直挖，搞什么鬼？哎呀！哎，等等，这边下面有任务哦。哎呀！好像过不去。照理说，我的支线应该都解完了。按照惯例，我还是觉得去左边一下好了。ここ左みたいだね。哦，要走的。それじゃあ行こうか。等一下，这边确实有信号啊，但为什么没看到东西？也是啊，这样子编剧给个理由让玩家不能用神器合一，蛮贱的。因为二代用太爽了。Hello， 不好意思。请问这个该死的任务要怎么解啊？有了有了有了，看地板上的东西。哦，那个要塞从这里居然能看得见呢。
确实感受到一股压迫力，厉害了。哦，要拍照了是不是？又拍照，厉害。哦，送信。来，我送你我的裸拍。どれどれ？いいじゃんいいじゃん。一奖一奖。お礼を送っとくね。李恩工具人，不仅要帮忙找史书，还要帮忙拍照。さあ、行くぞ。还要帮忙找猫咪。嘟嘟嘟！洗澡的剧情在那个在列车上被袭击前，你可以翻一个半小时前，差不多在那边。然后在我们开实况。过一个小时的时候，有一段是那个托娃学姐她在洗澡，然后跟李恩在聊天，隔着一面墙。那段你有兴趣的？详细请看 VOD。